苏小离，三千年禁闭时限已到，你自由了。曾经犯下的错误不可再犯，否则你将在这天牢中。大王，你等我。西南约一周吃素，管不用工作。不要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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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工作。终于带来了吗？妹妹，干嘛呢？拍戏呢？啊，掉飞甲全掉了吧？啊啊啊！什么呀？你知道我那个弄这东西，我费多大劲啊？原装进口的，你赔得起吗你？初来乍到，还是低调点好。哥，你就把我当个空气，给我放了吧。我喂，干嘛呢？大哥，我救了你一命，快跑！哎。是他，他们一个追不上来了。我平时锻炼有点少，要不你先走，我等下扫共享单车。我帮你。放心，这次换我保护你。对不起，三千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的狂野，嗯？你在说什么？你不认识我了吗？你们俩是演《神雕侠侣》的是吧？大哥，你摸我，我伤我可以，伤他。不行！哎呦，我这……你别过来啊！我先报个警，毕竟是非法交易。喂，误会！少侠，你闻闻。这是抹香奶绿。大哥，大嫂，现在可是法治社会，我不做大哥已经很多年了，我就是现在带着我这几个兄弟们，我们以卖奶茶为生，就赚点辛苦钱。
你们也知道现在这生意也不好做呀。我好不容易从朋友那儿弄点进口的奶茶，你看还让大嫂都给我。哎呀，行了行了，我将功补过，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就这，欢迎光临九十肉林。哎，这柠檬茶还就是手打的好喝。谢谢姐姐，谢谢。这群子，你不是不应该揍我了吗？谢谢，谢谢。姐夫哪儿去了？你是真想不起来我是谁了吗？如果没别的事情，我先走了。我就是个弱男子，君子动口不动手，好不好？那我可动口了。来日方长，这只是个见面礼而已。你想起什么了？你是想起什么了吗？你这个女流氓！倩碧阳，你收看，胡系女友惹不起。为爱等候千年，脸蛋干燥泛红可不行。天才黄油保湿维稳，修护屏障，皮肤底子好更水嫩，继续勇敢追夫。你们这衣服也不怎么好看啊。这样舒服多了。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是来报恩的。白天公子以身相救，小女子愿意以身相许。你别过来，你这是私闯民宅。不是赐卧招租吗？其实不报也罢，毕竟也不知道是谁救了谁。那不行，把手拿来。你听过狐狸报恩吗？有些承诺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力大无穷，姑苏变中，难道他真的是个狐狸？赌什么呀？又不是第一次同居了。姐姐，我也是个花季少年，没有谈过恋爱，没有看到乡村爱情故事的结局，还没有找到命中注定的阿姨跟他说出我梦想的那句台词，我不想努力了。
姐姐，饶了我吧。又不对。虽然长得一模一样，但性格实在南辕北辙，会不会搞错了？我要是霸王硬上弓，他会不会？只好用我们的独门绝技。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好可怕！现在和她只有一墙之隔，我得想个办法。醒了，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你不要吃了我！想什么呢？我在给你煲汤呢。流星大法第一招，套牢一个男人，先套牢他的胃。不过。你们人类的食谱也太复杂了，像我们要生吃不好吗？原汁原味还无添加。哦，对了，其实我有一事相求。原来他不是想摸我那个，而是想摸我那个。我先走了。这大姐太吓人了，我得想想办法，我得保护自己。你在里面吗？你在这干嘛呢？我捡东西，卡住了。劳心大法第二招，呵护他，爱护他。让他感到温暖备至，我帮你，我对你好吧？我其实我尿急，擦擦。他这是要把我洗干净再吃掉吗？怎么办？我们被困在这里了。挠心大法第三招，吊桥效应最为致命。你不要吃了我！别动，我又不会吃了你。挠心大法第四招，撒娇的女人最好命。那我现在查你的身子，还不是要吃了我？人家想看一眼你的胸口。你们吃人前还有这讲究吗？
别那么小气嘛，就看你心情。啊！人家想看一眼你的胸口，别那么小气嘛，就看你心情。真是胆小又心细，可爱可爱。看起来挺瘦弱的，没想到还有些料。你干什么？你个老色批！乔欣大法第五招，霸王硬上弓，男女都认怂。别害羞啊，让我看看嘛。我可是个手难得大男孩。行行，我给你看。你甩我！这停好车了吗，麦麦？我没点外卖啊。没点吗？顾天，404没错呀、啊，真没错。嗯、啊？嗯。好。哟，有点东西，居然能接住我这一招。主要是这两天训练过度。怎么出去了那么久呢？冬日不甘敏，水嫩好皮肤。本节目由倩碧天才黄油冠名播出。他到底是来找我还是来找你的？他跟我一样，是来找你的。今天我救了你一命，你是不是得到了？你别过来啊！你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合适吗？不是吧，又要强吻我吗？又是苏小离。别怕，我是来保护你的。等一下，我先接个电话。喂，你好，吃了吗，外卖？这都超时5分钟，你怎么还离我500米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有点堵。蒙谁呢？这大半夜哪条街能堵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马上就给您送到啊。您这个就是等。就会见过您这样的差评。
是昆仑的人，他是来杀顾天的吗？这道上涂了东西。你别过来啊！我现在也没空管你们了。大姐，狐狸，你到底是谁呀？为什么要来保护我？天罚在上，无论他多少次转世投胎，都活不过21岁。那等一下，我们先把话说清楚。你小心你的手。不用包扎，我是狐狸，自己画好的。那个，你昨天说你是来保护我的，什么意思啊？如果我跟你说你只能活到21岁，你会怎么办？如果我跟你说你只能活到21岁，你会怎么办？还好凑了个四位数。妈，我啊，什么？如果我说我马上就要死了，又交不起房租了是吧？我跟你说，没门了！葫芦，宝子，你要知道，我真的很爱你。姐，一直以来真的辛苦你了。我知道你只是嘴上凶，心里还是疼我的。你是不是又想请假？门都没有。穿这些会不会跟他更搭一点啊？顾天，你谁啊？你是死神吗？你傻了？狐狸姐姐，你这是要拆家呀？反正我也活不过21岁了，疯狂一把怎么了？
好苦，这就是生活的苦。我才20岁，虽然我一直都很想躺平，但是我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我还没有为这个社会做出什么贡献呢。你说我死的时候会不会很疼啊？疼吗？嗯，虽然我一事无成，但是我珍爱生命。你的命就是我的命，姐姐保护你。嗯。昨天伤口不是愈合了吗？怎么又裂了？嗯？你别动。其实没事儿，自己能好。以后你可别再受伤了，不然没人保护我了。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切个水果都受伤。没事儿，自己能好。朕可容不得你半点闪失。你就没想过我是故意要引起你注意的吗？这样你会好得更快一些。好了。醒了，吃早饭吧。哎，喏，就当是同居的见面礼。同居愉快。果然是狐狸。要不你吃点啊？我就不吃了，我还给你点了点药，吃完了给你换药。好了。不是，我今天家里住了朋友，能不能请个假？不方便。谈恋爱了？你这个小兔崽子，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这个工作绝对不能找女朋友，男朋友也不行。不是，我没有。那不就得了？你管你什么朋友不朋友？总之今晚必须营业，把老板们都给哄开心了。喏，就当是同居的见面礼。同居愉快。生冷的外卖，请您签收，给个好评。这药用不着了，你拿走吧。啊，那不行，你可以不要，但是你必须得签收啊。
那你放地上吧，你退后，我自己拿。行，你别紧张啊，我这回真的是来送货的。你别动啊！你别动啊！我一动不动。我现在可以动了吗？又是哪个良民遭你毒手了？您好，吃了吗？外卖。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因为我刚才出了车祸。这还吃什么吃啊？你们这些送外卖的怎么天天出车祸，单单有意外啊？不是啊，主要您刚才一直在催我，然后我呢过马路碰到一只小狗狗，这个小狗狗呢它也过马路，然后我吧就为了躲这个。闭嘴！还想甩锅给狗狗？差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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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疼了！你好评！太疼了！真不杀我，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明天呢，还杀你呢？喂，您好，成了吗？为您服务。赔偿？不是，我这怎么赔偿你啊？我这啊我。喂，你好，我是称了猛的主管。对不起，真对不起。虽然我们小哥出了车祸，但那也应该把您的餐食准时送到，即便他磕得头破血流，也不应该把您的餐弄得汤水直流。导演，实在不好意思，这次的事情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我们小哥在提供货物方面的欠缺，我们以后会加强他们的力量训练，不会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团队是专业的。头可断，血可流，服务精神不能丢。对，不是，我就是觉得时间等得太长了。不不，您没有任何错误，都是我们小哥的错误。他错就错在他太善良，太单纯，冒着自己出车祸的危险，也要为过马路的小狗让路。他错在他……算，太感谢您了，美丽善良的小姐姐，我们会永远记住您的不差评之恩，祝您生活愉快，再见。论下跪，还是你强。世上无难事，只要跪得快。昆仑派的人又来了。要是他们骂我一顿就能解气，那就骂呗，反正我又不吃亏。全天下人都骂朕是暴君，甚好，让天下人都视朕为唯一的敌人，这天下便也能太平。师父，你亲自帮我贴上，成吗？师父，我又悟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跪得快。你出师了。嗯。你还敢来？对，哎，师父，我跑单去了啊。你终于活成了你想活成的样子。嗯。没关系，你躺着，我负责站着。
怎么弄成这样了？我只是想让你休息一下。我休息什么呀？20岁就是要奋斗。算了，还是你去躺平吧。嗯，好的。哇，好干净啊！你这不是挺会照顾人的吗？不像没谈过恋爱。我以为大部分的男人都喜欢三妻四妾，他们觉得经历越多就越有男人味儿。呸，那不就渣男吗？谈得多说明一直在失败。我可是要一次就成功的男人。嗯，哦，对，狐狸是吃冷食的。我叫顾天，是一名普通的20岁无知青年。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花季少年却有着半百的沧桑，原因很简单。你有试过和野生动物同居吗？倩碧妖，你收看狐系女友惹不起，为爱等候千年，脸蛋干燥泛红可不行。天才黄油保湿维稳，修护屏障，皮肤底子好更水嫩，继续勇敢追夫。嗯，行了。哎，你看我买了好多新衣服。我是喜欢动物，但我家没有草原。下蛋。嗯，真香。而且这动物品味很刁钻。你帮我把家务分担一下吧。好啊。这不错。对不起嘛，人家现在就是在脱毛的季节。算了，还是你去躺平吧。你说的啊。干什么呢？我看狐狸姐姐洗澡呢。你小心你的毛把下水道堵了。等等，收下这头。人与动物和平共处，像方针。嗯，顾天以下代称为甲方，苏小离以下代称为乙方。甲乙双方经平等商议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乙方需要将每一季度褪去的毛发上交给甲方，保证绝不随地掉毛。鉴于乙方力大无穷，当甲方进行家务工作时，乙方必须保证绝不触碰甲方以及任何一样家具。
必要时女方可以进行精神支持，但绝不可发生肢体接触。姐姐，加个油呗。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加油！最后一条怎么回事啊？不能吃臭的东西，我们狐狸就喜欢吃臭臭的东西。你这也太过分了，我又不是没交你房租，我还没收你保护费呢。我还没收你清洁费呢。刚认识那会儿还怂得跟小泰迪一样，现在怎么变藏獒了？气势上绝对不能输。算了，你不让我在家里吃，那你带我去找一个能吃臭的地方。行，你定。就这儿吧。你确定？嗯。请问这儿可以吃螺蛳粉吗？你有病吧？这可是高级咖啡厅。这个客人，小店也需要做生意，那如果你想吃气味很重的东西，你说我需要怎么做？把人都清空不就行了吗？对。好，那就听你们的。都跟你说了别穿那么隆重，把别人都吓到了吧？女朋友？哦，不是，室友。顾天吗？我这边遇到了点情况，你可不可以进来帮我一下？哦，是我，顾天去上厕所了。那可不可以麻烦你进来帮我一下？好。那个，我衣服系不上，你可以帮我一下吗？等一下，非礼勿视，你放心，我是不会看的，你放心。谁也没关系。你衣服要系好，要守难得。说的像你守女德一样。你怎么知道我是狐狸？我不是夸你漂亮吗？难不成你真的是狐狸啊？嗯。他果然见到男人就想扒衣服，我为什么要在乎？我才不在乎。门好像又打不开了。是吗？那我
这不是挺容易的吗？啊？那是什么？我叫苏小黎，我是一只狐狸，正在和一个20岁普通青年同居。我有很多秘密，但我发现他有一个大秘密。那是什么？私人物品。什么私人物品？是他的私人物品，还是他身边谁的私人物品？难道你朋友？姐姐，可不可以给我留一件你的私人物品？不对不对，他不是说他没谈过恋爱吗？还是说？还有什么惊天大秘密？编号404。你为什么要说是私人物品啊？你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不就好了吗？你现在该怎么看我呀？想想不是办法，还是得揭开真相。不然别人会觉得我是个变态。嗯，变态？什么是变态？难道是？我不想再出卖肉体了，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出卖肉体？啊？这怎么能怪我呢？那我能怎么办？难道我要说我不是来破坏你们家庭的，我是来加入你们家庭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有意要插足他们的婚姻，这是他们夫妻之间本来就有问题。我以为是爱情保卫战，后来又是今日说法，现在竟然变成了婚姻调解室，我该怎么办啊？发生什么事了？神哥蔓延突然跑来。白店长，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说。如果你有一个朋友走了歪路，你该怎么劝他迷途知返？放着不管。嗯。无论是什么样的路，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有必要自己承担。开门啊！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你这个小狐狸，你赶紧给我出来！狐狸，你在找我啊？不是你，你不如他。啊！我今天非要找你臭不要脸说清楚。
解约就赔钱。你必须开场直播道歉。当初要不是你骗我，我怎么会做这个？我骗你怎么了？这闹社会这么好混呐？我当初就不应该见你，又懒又惹事儿。她老公是我铁粉，非泼我脏水说我是小三。我昨天不也跟你说明这个情况？说这些没用的干嘛？还有，现在都已经上热搜了，整个公司的名声都被你毁了。解约就赔钱吧，50万，一分都不能少。赔就赔，就算赔钱我也不干。这骂的有够难听的。我知道你不是自愿穿女装的，我知道你没有破坏别人的婚姻，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吗？不过呢，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该承担的还是得承担，不就是赔钱吗？没事儿，我们一起想办法。别责怪过去的自己，向前看。不过有一说一，你以后还是少穿点女装吧，我可不允许别人比我好看。哎呦，老铁们，你们刷起来呀！我这个头发可是真的，跟那个鹰酱不一样。快刷起来，刷起来！青鹰酱，你欺骗少男感情，我恨你。阿姨，鹰酱的事你怎么看？我也不觉得是个啥事儿啊，我就想要那个假发链接。冬日不干敏，水嫩好皮肤。本节目由倩碧天才黄油冠名播出。还拿自己泄愤呢？是不是？姐姐，我今天心情特别好，打算出去泄愤一下，体验一下整个人生都通畅了的感觉。你要是不能去，那就太可惜了。等等。你是自己起来，还是我帮你？老板，你能快点吗？我渴死之前还能不能喝到你的柠檬茶呀？我尽量加快点速。你看我这也累身汗，我尽快啊。看你这么费劲儿，要不我不喝了。我来帮你。好的，一定。怎么这么这个柠檬茶了？那天姐夫，你慢点啊，常来。我要背。给我一杯。爸醒了，心情好点。要不我们走回去？
走回去，走回去要四五个小时呢。你不愿意陪我？哎，我能不能问你个比较私密的问题？你说。你到底多少岁了？凑个整的话，3000岁了吧？那我岂不得叫你奶奶了？什么？苏奶奶，苏奶奶，苏奶奶。改口改嘴，不改口，不错，不错，苏姐，苏姐，苏奶奶，你，哎，啊，不行了，这就不行了。虽然我每天干啥啥不行，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还挺满意的。什么？你不觉得我长得还挺帅的吗？过了下面那一个红绿灯，我们就到家了。其实，在你失落的时候，我反而有点开心。我不是幸灾乐祸啊，我是说，还好在那个时候，我能陪在你的身边。绿灯了，他怎么不走？绿灯了，他要不该走。要不等下一个绿灯吧。好啊。晚安，我先睡了。晚安。快点！这该不会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吧？我哪有钱啊？至于送这个吗？这个哭得最气人，还是个荡妇，还是按体积算的，欺人太甚，看姐姐我杀过去。狐狸不发威，
你把我当病狗。这把刀我已经给他磨心了，因他多金可比以前快多了。这个花我也重新 DIY 了一下，还挺好看的。最关键的是，它可是永生花哦。至于这双破鞋呢，我在网上鉴定过了，是正品。洗干净我就给卖了，卖了200多呢。今天姐姐我请客，全鸡宴，请上座。你吃饱点，姐带你笑去。嗯。这么多人啊！别紧张。哎呦喂，这人设都崩成这样了，还想着万尊呢？哼，互联网可是有记忆的。我为自己这些天惹出来的麻烦，向大家道个歉。对于感到被我欺骗、受到伤害的观众，我想说对不起。如果能通过骂我、恨我、诅咒我，能让你们舒服些，我乐意承受。但是从今天开始，阴阳将就不存在了，我已经解约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个普通人，也请大家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了。哎呦呦呦，这么快就想跑了哈？真当自己离婚了净身出户呢哈？那我们这些上当受骗的人怎么办？对呀，就是啊。不是啊，哎，有点分寸好吗？等，这谁呀？这是有胆量就出来面对面的较量，躲在镜头后面打字算什么英雄？我们是很闲还是过得很苦才能对一个陌生人怀揣如此大的恶意？拜托啊，这位大姐，我们才是受害人 ，OK？ 对呀、啊，丁丁酱呢？男的呢？出来单挑啊！就是、啊，让你女朋友出来替你道歉，那算什么男人你？你们是色盲吗？什么不可以买分？哈！珍重的吃下他们吧，这是我们家最后的财产了。这要是放在我们当年，他们会被金瓜基地五马分尸的。停停停，现在是法治社会。我这不是怕你受委屈吗？我还怕我连累了你呢。你干什么？要让他们冷静一点。哎，是你先冷静一下吧，你这要砸下去，这个家怕是住不了了。没事，我这至少是安全的，你们就暂时住我这里吧。Is it the moonlight, or is it your eyes? Something feels so right and wrong at the same time. Part of me says run before you drown, but part of me wants you to come.And stay the night.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没表现好，我怎么能叫他们键盘侠呢？他们配叫侠吗？我就应该说他们是，对不对？不行，我觉得这样不够。那对不起啊，我说过了保护你的，可是我却把你给害了。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是我把你卷入了这一场是非。一起度过难关。嗯，起这么早？啊，你不也是？来，打把手。哦。走。谢谢你收留我们。客气什么，我家就是你家。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别走。紧张什么？你领子歪了。为什么他是店长，我是服务员？因为我是老板，我说了算。冬日不甘敏，水嫩好皮肤。本节目由倩碧天才黄油冠名播出。谢谢。你快点啊，我赶时间。对不起对不起，这点钱你都算不明白。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还不说谢谢。谢。哇，这对 CP 好好磕啊！注意形象。你也注意形象。怎么回事？这对好好磕呀！这一对更配了，怎么回事？好累啊！姐姐，你只是打碎了五个杯子，掰坏了六个盆子，最后还弄坏了两杆拖把。我们俩一直微笑营业，你说谁更累啊？我
我就这么没用吗？哎，小经理，别把桌子给砸坏了。没错，今天已经严重亏本了。你们两个吃了那么多泡芙，能不亏本吗？你还是想要怎么赔偿我吧。为什么他不赔？我愿意赔偿。那你们就准备好签一个长期合同吧。啊！怎么排列组合都很好看啊，太绝了，科道就是赚到。我愿称这家店为科学圣地。不是，你自己照照镜子。都怪那个白店长，脏活累活都让我干，气死我了。是时候发挥你的作用了。这下齐了。要面无表情。Is it the table wine, or you just look so fine tonight? Girl, I don't mean to lie, but I can't cross the line. 要不还是算了吧。不行，我要化完全妆。Can I come a little bit closer?But all I ever said was,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a,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a.、Mm. Well, I see through you, the way you want me to.搞定。怎么样，我还是有点东西的吧？还不是我底子好。天哥，苏姐，你说解约就解约，说签约就签约，把我们当什么呀？就是。当时解约顾天的不是你吗？现在又想签我们，像你这种背信弃义的小人，我们怎么敢相信你？对，怎么信任你？话不能这么说，我这。当时我们第一时间也是有公关的，这不是舆论突然，对吧？翻脸比翻书还快。你是 Kindle 吗？虽然天哥解约了，但违约金不是，要不一笔勾销？嗯，签约也可以。不过条件我开。
干杯！干杯！接下来，我来给你表演一个才艺，叫狐狸终于。那人类动物授受不亲啊。嗯，可是我喜欢你的味道，真的好香啊。苏小丽，我是个男的，你这样我很难。我干了什么？这感觉还不错呀。哎，我在害羞些什么？又不是没这样过。这就是世上所有女人都梦想的画面吧？小狼狗伴身旁。对了，一定是我看错了。这，他身上为什么没有我咬的印子？难道是我找错人了？奇怪，你干嘛呢？我捡东西呢，卡住了。我帮你啊。我还有事先走了。下面让我们来看一则社会新闻。近日，一位年近50的家庭主妇出轨了一名20岁的年轻小伙，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声讨。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是非常不耻的，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啊！我不听。怎么？你经历过三角恋吗？什么？没什么。这要是在古代，我要被进猪笼了吧？我眼睛瞎了，看什么都不对劲。世界上这么多贞洁烈女，为什么不能多我一个？还是借酒消愁吧。
我真的被进猪笼了。你手边有毛巾吗？帮我递一下。你怎么不守难得？什么是难得？朕不需要。冬日不甘敏，水嫩好皮肤。本节目由倩碧天才黄油冠名播出。所以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白店长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而那个人是你前世的夫君，而你以前认为那个人是我。你和三千年前的我确实有几分相似，也不怪你会认错。你这话多少有点马后炮。啊，吃惊，吃惊！你最爱的清醒。之前没能和你相认，是因为想保护你。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我们重新开始。我哪里像他了？我明明比他帅，比他白，还比他阳光，腿还比他长，身材也……不就比他瘦点吗？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什么地方？玲珑山，那会儿你还是个小奴隶。那你送过什么礼物？吊坠。对我的称呼是什么？小狸、爱妃、小狐狸。还需要再确认吗？朕是哪里让你觉得陌生？不是，我觉得自己很陌生。我来帮你，我来。你来什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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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本能的疏离是怎么回事？你不会是喜欢上古天了吧？
是你比较喜欢他吗？所以没有吧。也就是说，雅玲喜欢胡岭，他们俩住在一起，日久生情，还喝多了酒后乱亲。就当雅玲觉得一切都要水到渠成的时候，这个时候杠铃突然蹦出来，说他自己早早跟胡岭就是一对，而你就是这雅玲。嗯，也就是说。你进入别人感情啊，这么可耻、啊、不是，我没有，他们没有在一起，是我先的。那是别人介入你们感情啊，那么高兴啊？也不算是，理论上来说他们的关系是不被保护的。这么精彩，那你展开讲讲。所以你觉得雅玲现在应该怎么办？当然是要抢回来啊，爱情是不能谦让的。你去吧，我支持你。嗯，加油。嗯，搞定胡玲。嗯，你不要这么看着我，我怕会把持不住。你可以不用把持住。你果然还是没有变。如果是因为我们离开时间太久了，我可以弥补你。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怎么能确定这么久过去了，你还喜欢我？你这是非逼着朕再表白一次啊？武林被抢走了。我刚才为什么会那个样子？白店长应该很伤心吧？难道我真的爱上了顾天？我该怎么办啊？冬日不甘敏，水嫩好皮肤。本节目由倩碧天才黄油冠名播出。今天我一定要不醉不归。大哥，你是？你不需要知道我叫什么，我 Tony 就是拿钱给人办事儿的。Tony 哥，你真是太好了！你怎么知道我想找个地方钻进去？你真是太善解人意了。妹子，什么事儿这么想不开呀？说出来，让哥听一乐呵。你出过轨吗？这么刺激！太虐了！你怎么能有这么虐的 CP 呢？所以说，就是你千里迢迢来找 A， 然后呢，不小心把 B 当成了 A， 这时候 A 来了，告诉你说那不是我，那是 B， 可是这时候你已经跟 B 搞在一起了。Tony 哥，你别重复了，我心痛。我也心痛啊。妹子，你俩这是真爱呀、啊？我这是真出轨啊！不，你看啊，那个 A 对你来讲呢，
顶多算是前任，你已经不爱他了，你变心了。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就是你对 A 呢，最多是有点报恩，再夹杂着一些前任的感情，但是跟 B 就不一样了，你明明知道 B 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但你还是这么担心他，你说这要不是爱是什么？那如果 B 不喜欢我呢？哎呀，有人吗？那 B 来了。有人吗？太紧张了。放开我！放开我！你谁呀你？你保安干什么？放开我！妹子，哥只能帮你到这儿啊！喂，回来！你，今天是告白集。我已经准备好要见证一场绝美的爱情故事。编剧，我劝你善良啊。你是来千里送人头的吗？所以你期望的人不是我呗？我怎么觉得来了一个大醋坛子啊？你谁说我吃醋了？如果这个时候来点饺子，会不会更好呢？你你别争了，也别喊了，就算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大姐，这梗都多少年了？你觉得你很幽默吗？你这个小怂包，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那有什么用？现在我们俩都被绑在这里了，谁也跑不了。唉，我真像个废物。谁说你是废物了？就算是废物，也是一个美丽的废物。你昨天为什么要亲我？我哪有什么为什么，想亲就亲了，那你为什么不躲啊？那气氛都烘托在那儿了，如果我要是不配合，岂不是很尴尬？气氛？那你和白店长也是气氛烘托到了呗？我和白店长那是历史遗留问题，我要确认他的身份。确认？确认就可以上嘴吗？我上嘴怎么了？你真不知廉耻啊！你怎么还人身攻击呢？人身攻击怎么了？你这要放古代，你这要被进猪笼的。你闭嘴！看到你的嘴，我又来气。我的嘴怎么了？你的嘴怎么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白店长在屏风后面亲亲我我、搂搂抱抱，你还问我怎么了？你的嘴干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我都快被气死了，你还笑？我们人嘅车仔姑娘，白葡今日入就位制，我俾几副古仔奶嘅葡仔好多啖，渴死我了！不对啊，我是拿钱替人办事儿啊，我怎么能耽误正事儿呢？一会儿再看。你怎么不吵吵了？我还想听。你有病吗？你怎么又骂人？白店长可从来不骂人。白店长好，你找白店长，我就是欠我来救你，我。
你怎么又上嘴啊？我要是跟你说，我的嘴只亲过你一个人，你怎么想？你知道亲一个人代表着什么吗？代表什么？喜欢一个人才会去亲他。那你就是喜欢我？我对，我就是心结情怀。倩碧邀你收看《狐系女友惹不起》，为爱等候千年，脸蛋干燥泛红可不行。天才黄油保湿维稳，修护屏障，皮肤底子好更水嫩，继续勇敢追夫。布丁布丁布丁，火要烧过来了，火要烧过来了。所以你一直能逃出去？差不多吧。那你为什么不跑？现在跑也来得及。虽说你们俩是干柴烈火，也不至于烧成这样。就是你看到的这些，其实都是误会啊。我前期工作做得特别好，我买道具，我买绳子、麻袋，我绑人，我要不我把钱退给你吧。我都说了，你设计英雄救美没用的，他心里没有你。顾天为什么会先动？我怎么会知道？有必要吗？纠结了一个人这么多年，但到头来不就证明了一件事吗？你拆不散他们俩的。面对现实有这么难吗？如果能放弃，我早就放弃了。我怎么会不懂？这么多年，我不是也一直没放弃？我们继续，在这儿继续。你们不上吗？你先上。你先。我们继续。
你们咋还没上学？这就上，这就上。还继续吗？继续不了，没感觉了。哎，你们怎么又下来了？最后一只限量版了，都别排了啊！我在这么压榨都不给我，我就不来。我不管，我就要。哎呀，你看这还是个孩子，要不这小哥哥把这鸡让给我吧。不过这鸡也是我们排队得到的，我也很想要啊。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你什么没有啊，非要跟个孩子争什么呀，真是的。哎呀，你哭，明明是他跟我们争的。我们是自己排队买的，没偷没抢，他想要我们也想要啊。要不这样，我们公平竞争一下，用男子汉的方式，谁赢了这只鸡就归谁。三二一，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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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我赢了，这把那只小鸡给我。那既然你赢了，那小鸡就给你了，但是你要记住，以后自己想要什么东西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再耍赖了啊。哦，爸爸小梦，谢谢你啊，小伙子，你是故意输给他的吧？真不错。我就想让他知道想要什么东西要靠自己的努力。其实我也尽力了。在有面前面的更强大，无理都怕什么？呆妖怪，哪里跑？你知道孙悟空这一路出了多少狐狸精吗？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背景吗？不知道。再厉害的狐狸精也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所以呢？你不害怕吗？这有什么好怕的？玉帝哥哥，你想干嘛你就直说，说不定我会答应你哦。妹妹，我错了。白店长一定不是大王，可他身上为什么有我咬的印子？他假扮大王一定有什么目的，难道跟天罚有关？我和苏小丽在一起了。然后呢？我知道你们俩之前是一对，但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我也不是要劝你放手，男子汉大丈夫，有话直说，有火单挑，我是不会放弃他的。
觉得我对你怎么样？挺好的，之前确实帮了我们很多，我和苏小丽也都记在心里了。但如果你觉得内心不舒服的话，之前住你这儿的房租我会付给你，工资我也不要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弃他的。你这是要和我绝交啊？我这不是在做最坏的打算吗？我也做过最坏的打算。但你原谅我了对吗？过几天我生日，你可一定要来啊。你什么时候能放过你自己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把我交代你的事儿办了？你一定要这样吗？他已经不记得之前的事情了，我们可以……那就帮他记起来。我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白君阳，你真的疯了。怎么又是这个猫，又是这把刀？啊，我昨晚做了个怪梦，梦里我们都穿着古装。那我这是友情客串了一下，你给我多少钱？在梦里你咬了我一口，应该是你付费才对。嗯，怎么在梦里你也这么饿呀？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果然嫌弃我没有男友力。哎，不对，应该让他开。哎呀，我打不开，你来。我又做错了，明天我就去撸铁。如果我要是喜欢那种肌肉猛男，我早就跟别人跑了，还哪能轮得到你啊？你不觉得一个明明很弱的人，但他却愿意为了别人站住，这样真的很帅吗？你还是觉得我很弱。哎呦，一个男人真正的强大并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内心。再说了，谁没有弱点啊？你就没有啊？也是。又到了动物繁衍的季节，小狐狸遇到了他的天敌。你害怕的是这个？没事啊，没事。哎，大姐，大姐，狐狸，狐狸。嗯，怎么着？轻点，轻点，轻点。这不就是这样的？你得忍着点。救命！冬日不干敏，水嫩好皮肤。本节目由倩碧天才黄油冠名播出。你看你，
没事去撸什么铁啊，把自己腰都给弄伤了。虽然你说我内心坚强，我很承认，但是我还是想要点男友力。毕竟在你打倒100个的时候，我也得干翻一个吧。你总不能一直被保护。再说了，我这张脸，要是再来点肌肉，蒙娜丽莎也得为我让位。蒙娜丽莎是女的，那就钢铁侠。我看你像尔康。这你也知道？想要点肌肉是吧？嗯。加油！你的腹肌跟钢铁一般坚硬，你就做了3个了。安慰奖。这回是优胜奖。好久不见，小帅哥，跟你家小狐狸怎么样了？你最近又瘦弱了，就这单薄的小身板，吃得下你家小狐狸吗？走啊，带你去练练。咖啡店也没有，他到底去哪儿了？加油啊，打起精神来，才刚开热身呢。干嘛啊？不行，我反胃。哎，常温的，喝了能舒服点。要不我带你练练。不用了，我有我自己擅长的运动。啊，果然这才是最适合我的。这人去哪儿了？不会出事儿了吧？感觉怎么样？感觉非常不错，明天继续。我都有线条了。你这脱了衣服看起来还不如我呢，让我摸摸。这样子我就想起来了吗？记得这么熟悉。白将军，你怎么样了？白将军，白将军，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老白啊，你也太惯着朕了，再这样下去，怕是连你的一世英名也被朕给抹黑了。臣不在乎，对臣来说，大王即是天下。全天下人都骂朕是暴君，唯有白将军你一人动我，朕知足了。兄弟，相识就是缘，我单了。终于想起来我是谁了。哎，白将军，我的疤怎么会在你身上？还不是为了保护你。我怕昆仑派的杀手没有放弃杀你，所以只好假扮成了你。那你可是连我当年三分的帅气都没有演出来。还好意思说，看看你现在哪还有当年的半分霸气。要看内在懂吗？内在内在，你现在不就一躺平青年吗？躺平怎么了？你不要看不起躺平青年好不好？躺平只是我的口头禅，我本质上是个奋斗青年。来，本来想一直假扮你，可是好像没有那么容易。不过你放心，接下来我一定要护你周全。这话苏小离也说过，让你们担心了。不过你有没有发现，自从他出现以后，你的身边满是危险。自从他出现以后，你的身边满是危险。那是因为他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保护我。他到底去哪里了？过几天就是他生日了还乱跑。还知道回来？给你的。一束破花就把我打发了，你这一天干嘛去了？怎么也不回信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伤怎么还在啊？别看了，朕知道自己很帅。别看了，朕知道自己很帅。我本以为遇见你只是一场平凡的恋爱，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我的命中注定。我就知道我们动物的直觉是不会有错的。好漂亮啊！送你。你看，这个吊坠我一直都留在身边呢。
所以当时是谁杀了我呀？那段记忆总是断断续续的，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怎么知道呀？我去的时候你都已经那啥了。你怎么突然间问起来死不死的事儿啊？你别怕，毕竟后天就是我生日了。我本以为遇见你只是一场平凡的恋爱，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我的命中注定。你看，无论记不记得，无论多少次，我都会喜欢上你。苏小黎，天罚岂是你这狐狸能左右的，不要痴心妄想了。你别怕，毕竟后天就是我生日了。别怕，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也不会让你有事的。你也太没有诚意了，我专门为你发明的臭豆腐螺蛳粉，臭两家臭哄你开心，结果你又拿一个蛋糕来糊弄我呀。蛋糕怎么了？我还从来没吃过呢。所以你给我准备的什么生日礼物呀？着什么急啊，还没到十二点呢。苏小黎，你看人家白将军都给我准备生日礼物了。白将军？哦，忘了跟你介绍了，白店长就是咱们当年的白将军。可是白将军不是脸上有伤戴着面具是吧？嗯。现在呢？那你身上那一个？他是为了保护我才假扮我的。嗯，是这样啊。嗯嗯，那我们拆礼物吧。物归原主。是那把刀。原来是你，所以说你一直在骗我，无论从前还是现在。是。那你来我身边到底是为了什么？还是要来杀我吗？那你之前说要保护我，都是在骗我，对吗？所以你对我从来都没有感情。真天真，一个杀手怎么会对自己的猎物产生感情？我们会想办法让你接近许邪，剩下的就要看你自己。师妹，不要丢了昆仑派的脸。
别看了，朕知道自己很帅。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以后的路难走了。 没想到这么顺利就进来了，不会这么快就看上我了吧？你可别觉得是朕看上你了，朕只不过是看你可怜。你会读心？你竟真是这么想的？ 想必你也知道这是谁了，不必行礼，你可以叫朕一个路过的大善人。可世人都称你为暴君，你看朕像暴君吗？不像，我看你倒像我夫君。 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爱上朕的人有很多，而你确实不同。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事情好像朝着我没料到的方向发展了。 全天下人都骂朕是暴君，甚好，让天下人都视朕为唯一的敌人，这天下必已能太平。不过，若是有下辈子，朕想归隐田园，做个与世无争之人，平淡一生。下辈子我也陪你。 我开始麻痹自己，假装那一天不会来临，但我知道，它终究要来。过去这么久了，为何还不动手？你不会是爱上他了吧？我觉得他不是那种暴君。你若再不动手，我便换人。我自己来。 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怎么还敢来？你不怕？怕什么？怕死吗？你说你对我没有感情，才是骗我的，对吗？一个杀手怎么会对自己的猎物？如果你骗我爱上你，那就将这个谎言坚持到底。白将军，白将军，白将军怎么样了？白将军，白将军。许昕曾是我的挚友，也是我要效忠一生的人。白将军，君臣有义，护他周全。白将军，就是我的全部事业。千笔，朕为了找到这个工匠，费了不少时间。以后，朕也会护你周全。但这一切，都因为苏小离的出现，彻底失控。怎么，觉得自己护驾来迟，愧疚了？大王怎么样？睡下了。你刚才不害怕吗？嗯。我是说，你不害怕死吗？就算刚刚在里面的是你身边的那只小兔子，我也会进去救的。你呀，整天戴着一张面具，又是苦大仇深的脸，小心不要长皱纹。想一想，他这是在关心我吗？白将军，
白将军，你为何不开心？你怎知我不开心？那你又可知何谓开心？开心是历经一些苦难之后的曙光乍现。我从未见过白将军笑，与其终日把自己困在原地，不如迈出一步，放过自己。说了这么多，何为你的开心之事？遇见大王就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天色不早了，白将军回去注意安全。这盏灯成为了我的曙光乍现。回过神来时，我发现自己的视线再也离不开它。好漂亮啊！我痛苦于爱上挚友的挚爱，但我又无法自拔地深陷下去。八条命换他灵魂转世有何意义？天罚岂是你一只狐狸所能左右？换得了他这一世，下一世没命的就是你！送去关押，三千年不得出来！那一瞬间，我的世界崩塌。他有八条命换你灵魂转世，为了他，我要成为你。这白龟草将使你承受瓜果之痛，从此以后，你便不再是白雪家。带着这个印子，他爱上的会不会是我？可我发现，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也无法走入他的心。我终于明白，在这段关系里，我只是个局外人。无论我变成谁的样子，他喜欢的始终都是那个。你不让我留下来陪你，你自己倒是少上门来。
苏小离就拜托给你了。其实当年我就看出来你喜欢他了，你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怕他用最后一条命换我躲过天罚，做得很好，请你一定要获得周全，不会再让他牺牲自己。我感觉自己很失败，无论当年还是现在。如果你真心待人，反而受伤的是自己，那失败的就是别人。你来晚了。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怕他用最后一条命换我躲过天罚，做得很好。什么时候知道的？你想不想知道夏侯灵的秘密？好端端的九尾狐偏要拿自己的八条命换的灵魂转世，要不是他，你怎么能成为顾天呢？他用他的八条命换我这辈子成为古天，我这条命是他的，请你一定要活得周全。是时候告别了。对不起，我从来都没想过要骗你。到现在你还在骗我。如果还有来生，我会再找到你。无论重来多少次，我都会义无反顾地爱上你。这一世，我来护你。谢谢你守护我的前生和今生，好好活下去吧，小狐狸。
我从不相信一见钟情，直到遇见了你。你看朕像暴君吗？我看你倒像我夫君。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我会突然卸下防备。即使我知道你的出现可能不是个意外。自从遇见你，我开始渴望长命百岁，能护你一生周全。世人谈我功过，皆可一笑置之，唯独你牵动着我的喜怒哀乐。可你有没有发现，你总是爱皱眉？我想这应该与我有关，因为你其实并不会变。所以我不在的时候，你得学会保护自己。没想到命运又把我们连在了一起，再次相遇，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永远傻乎乎的，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弟弟哥哥。若手心能贴着手心再靠近一点，我没有第一时间认出你，你却一直默默地保护着我。伤我可以，伤他不行。嗯，别怕，我是来保护你的。我对你好吧？你的命就是我的命，姐姐保护你，吃饱点，姐带你笑。嗯。你是我千年轮回的青春，第二次靠近靠近一个人，甜蜜的温存。今生又来生，陪你走完一程一程，不再离分。而我不出意外的又一次陷了下去。当回忆把所有回忆全部都填满，当你不在我的身边。我多么希望这一次你的余生都有我。无理多余。我也将用我的一生去爱你，因为爱你与记忆无关，而是我的本能。从清晨到黄昏，没有你怎么完成？第二次靠近靠近一个人，熟悉的眼神，多肯定多认真。你是我千年轮回的青春，第二次靠近靠近一个人，甜蜜的温存。苏小丽，你也太没有心意了，我专门给你做了臭豆腐螺蛳粉，臭爽加臭烘你才行，结果你就拿一个蛋糕来糊弄我了。蛋糕怎么了？我还从来都没吃过呢。以后带你去吃更多好吃的。哎，有个叫鲱鱼罐头的，肯定符合你的口味。真的？嗯。那我以后可要好好比赛了。宣吧。愿我跟我的小狐狸生生世世都在一起。